烦死了！怎么必输赢啊？教程开始，跳到第四根，扑雨灰有存档。哎呦，脚滑了！超级细线看不到的可以横拉视角，有手就行。 微微斜跳，第六根回拉，慢慢走就好，欲速则不达。前面斜跳，后面回拉。 这关吃手感，它会动非常的滑，一直跳就好。边跳边微调，恶心关卡要练转视角，没卡脚回拉，卡脚不回拉。 简单关卡，满天赋的照我这条路线，靠手感，后面开滚比较帅，但不开滚更简单。看好落脚点，简单不难。 超细弹簧，建议横拉视角。这也是弹簧，对准扑就好。滚动偷个时间，手很酸，但请坚持住。 上波一直跳，细线走一下再跳，可以靠运气，但建议练习闪一下销毁。恶心关卡，中间的线会动，销毁躲不掉就扑，没有诀窍，纯手感。 二段是滚动，对准再出发，等 CD 时间微调对准，跳两下走一下。满天赋的地狱，没卡脚回拉，卡脚不回拉，每次都在这关破防。这个线会微微动。 歪掉就歪掉，这关我也常破防，模拟器是真难玩。破防关总是连续的，看准落脚点，扑或滚都能救。Neo 练就对了，进门空气跳，丢得越平越容易中。
漫天覆地狱二，跳出去瞬间秒回拉，不然你拉不回来。转角触停，全图最恶心关卡，停在第三根，慢慢往上走，剩下的靠手感，倒数第三根跳扑。当然，你也可以极限连跳。不要问我为什么造型换了，因为这是不同局素材。满天赋跑这关太拉胯了，剩两根，扑货滚蹭存档。我带的是33，所以不用那么极限。从杨幂开始的素材带的都是33。电箱踩细线，照我这方法，你就不会手忙脚乱。叫我蛇精啊，不是蛇形男。跳细线躲销毁，几乎不用回拉，但要适时放开摇杆。方向不对就掰，慢慢来就好，可以拿两个缩小。我反而觉得这关难点是在跳到下一根线。跳扑第二根，456的方法我实在是学不来，难度太高了。我的方法很简单，就是停在线上而已。你能够跑到这，停在线上应该不是难事。漫长拉弓比前面弓箭还简单，我没办法微调摇杆，所以用转视角的。挖槽，我无敌了，历经了30把，这一刻我真的很感动。大家安，我是艺人。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，我近期的影片几乎都是跑酷，有存档无存档，各种搞心态的地图，时常加班加到隔天。从以前的一张图卡到下播，到现在可以一次直播跑个3到5张。其实这期间我都一直在练习，对，就是拿这张图练习。我从456刚发布这张图就开始每天跑1-2次，一开始我只能跑到第二层，但我坚信会进步的。后来长时间卡在第八层，这关真的太难了。我之前在直播跟大家说过，模拟器的摇杆只有8种方向，上下左右和左上右上左下右下，所以这种关卡对我来说特别的困难。回拉力道要刚好的同时，我面对的方向也是要快很准，有时候对得很准但卡脚没了，有时候回拉力道刚好但没对准没了。失败了快30局，我移换成杨幂带33过了。至于为什么带33而不是听作者带22，因为我习惯满天赋了，改22速度差太多，很不习惯。接下来说一些心里话，我常常发什么有点技术的影片，就有人留言没人确认你在剪断，每次看到这种留言心里都蛮你要是模拟器玩家就算了，头像点进去手机玩家。模拟器的优势其实就只有两个，第一个走直线，第二个转视角。走直线简单，并不是我对的有多直，而是我能确定我动了摇杆方向一定是往前的。我走直线也还是要转视角微调。至于转视角呢，我走路放技能都是用键盘，滑鼠只负责转视角和扔指向技。手机玩家的右手可能要跳、要扑、要滚，还有放技能什么的，但你多拿出一根手指也是可以边转边打。啊，还有一点就是我萤幕大，可以看到这种鬼东西，但我还是看到眼睛快花了。那模拟器的劣势有什么？一，只有8个方向，这影响真的很大，除了前面提到的，还有些操作做不出来。二，不小心按到复位，当然啦，这跟个人设定有关。像我复位是设在 F， 扑是 C， 技能是 E， 道具是 R， 真的会一不小心就点到复位。三，按键跑掉，这是模拟器设定画面，这些鬼东西常常重开游戏或是更新就会跑掉，对不准，对不准，按了就没反应。我没有要比谁更好操作，毕竟我手机玩得很烂，但那是因为我很少用手机玩，就跟现在叫手机玩家玩电脑一样的道理。讲了一堆和拍这支影片，只是为了告诉大家，你永远不知道这个人在背后付出了多少。请不要用你的一句话否定一个人的努力。制作这支影片的期间发生了一个小插曲。有一天我刚起床，迷迷糊糊的点开资料夹，我想把之前剪的半成品给删掉，这是半成品的资料夹，这是限制商所有素材的资料夹。
对，我就这样给他点了下去。系统提示，档案过大，只能永久删除。点了我才反应过来，才一个影片怎么会档案过大？那刹那我完全醒了，开始网络搜寻怎么救资料。于是我买了一个程式，花了快5000块，成功把资料全救回了，但是档案是坏掉的。然后我又找到一个修复坏掉档案的程式，普通修复，他叫我用高级修复，3000块。你觉得我的钱有这么好骗？嘿嘿，高级修复，选一个同设备类似的档案，就这个呗。我就这样抱着忐忑的心情等了15分钟，修复失败，你整我吗？后来又试了几次，连我最类似的档案跑阴阳的素材都无法将它修复。干我的8000块！你们可能觉得我傻傻的，怎么有办法花这么多钱，眼睛都不眨一下？没办法，创作者想救回档案的决心，恐怕只有创作者能理解。今天你们还能看到这部影片，全多亏我有输出半成品。如果你遇到挫折，请记住坚持下去，不管过程有多辛苦，真的坚持不住了，回来看看这支影片，我都挺过去了，你一定也可以的。当然，如果我没输出半成品，现在也没办法在这边讲屁话。